来佩林。Oh my god！两真一假。佩林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在舞台2023是不是有心动过的瞬间？哇！你先回答，这个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有或没有？有或没有？有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假的。所以他下面回答所有问题都必须得是真话。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三勾最差的舞台是谁？完了，你这样逼死他。算你和丽丽。如果必须要把一个联盟里的人换掉，你要用谁换掉这个人？我会把天泽换掉，因为我要给他们分开一下。我也不要，就是我想看他们分开一下，你知道吗？ OK， 那你们现在可以猜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的。我觉得第二个是假的。我第一个是假的。我觉得第三个是假的。第一个是假的。可以说了是吗？第二是假的，第三是真的，所以他对。你对蔡维哲的第一印象是？流氓。对，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种很霸道的那种，就以为自己很厉害的，但结果认识他之后，他其实不是。虽然他还是很对自己很有自信，但是他就是一个小孩，小屁孩，很无厘头的小孩。没有，但成吗？对啊。那你对佩林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我觉得她长得很漂亮，然后头发很棕。日本的一个传奇。这是你天生的发色吗？还是你染的？头发很重。很棕 ，brown。那个是天生丽质。那接触之后呢？都跟我想的一样，头发很棕，然后长得很漂亮，然后唱歌，人很好啊，人很好。两人合作是什么感受呢？对我来讲，最重点的地方就是如何去突出他的 vocal 的实力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内侧没有好好的展现这个部分，所以这对我来说是这一次合作的重点。我觉得我们做到了，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演出超越我们彩排的每一次。还有练习，我不觉得，有每一个人都这样觉得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他说的对，他说的对。哎、欸，你真的不要跳舞吗？我有跳舞。啊，他有跳舞？不可能。师傅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。跳舞，就这样。你想要再欣赏一次吗？怎样？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哇！真的，突破了！突破了！哇！第一次跳舞就有卡点呢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哇！对啊，有一个点呢、啊，咚！我听到，好爽。跳一个动作，他说好爽。喂，我以后就会跟别人说我会跳舞，然后你就要给他看。没有，我不会给他看，但是我会跟他讲说，就是我其实会跳舞，然后我在舞台上跳过，但是我不要给他看。救命 ！Sorry， 我因为我太喜欢骗人了。好，所以你是个骗子。佩林，我希望你可以吸引大家的魅力，真的好的 ，like there， 因为我跟斑马很少聊，我觉得他最大的魅力应该就是他帅吧。嗯，他长得有点像 Jackson， 你知道吗？对，真的，就是他这两边很直。然后 BG， 我觉得他全身上下都是魅力，很 chill， 然后又很有自信。很真实，然后他对谁都会很好。我也没有对谁都很好啊。来，说说你对哪个不好？我对他公司里的人都好。我这么问你吧，你最不想今天谁来？谁出现在这里？绝了！挖坑啊！对啊，你自己挖坑啊！我最不想蔡维哲来啊。
在我耳边每天一直烦一直烦，他讲的烦死烦，一直跟我讲这种话，烦我就烦，我烦。OK, I go home. 拜拜。我揉动鼻香。